他带着甜宠剧之光闯入大众视野，以深入人心的出色演技一跃成为观众心中的完美男友，脱离剧集人设，尝试多元发展，综艺表演并进，热度持续高涨，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人气新晋演员，静心之路全力冲刺，他就是年度新人丁禹兮。有请荣誉嘉宾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掌声送给徐艺洋、丁禹兮。来，两位发表荣誉感言。首先很感大家好，我是小丁丁禹兮，非常感谢时尚先生颁给我这个奖，让我相信努力会发光。第一次上台拿奖有点紧张，就不说太多话了，显得自己稳重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掌声再次送给二位，谢谢，加油。请两位荣誉开启嘉宾继续揭晓荣誉。